起这个乐透彩的中奖几率这一题、哦、那把它启用一下、啊、基本上我们需要做出来就是各位可以看到、哦、在这一个练习题里面的101跟102的乐透彩的中奖，那关键在哪里呢？在101的这边哦，这样是一期的开奖号码，因为一期的话刚好开出来的就是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，然后这样又是总共其实是七个号码了哈，那是七个号码，我怎么知道说，哎，101年，所以它总共有几期 ？Ctrl 向下，哎，有总共开出来了100-1嘛，99期，所以也就是99乘上7，就它总共开出来的那个号码数。那号码这些里面呢，到底有多少个是一号，有多少个是二号，以此类推。哎，那我可不可以分析出来？他的101年的中奖几率，也就是他开出来号码总数除以什么呢？除以总共几个号码，那我就算出他的几率了。OK， 那几率的话呢，那我把这两年的几率把它相加合计，排名就算出来了。所以我希望这个排名前七名帮我算出来。那怎么算比较快呢？其实101年，那我刚刚讲过了，其实如果像这么大一个范围，以后不要用选的，以后怎么样把这个范围怎么样先定义一个名称吧， Ctrl Shift 向下，我先把这个整列先选，然后 Ctrl Shift 向下的哈，把这个名称定义一个名称，也许叫开奖101好了，好，这是101年的开奖，那定义名称可以从这边，或者可以从公式里面的定义名称都可以哦 ，OK。然后这边名称管理员多一个开奖101嘛哈、哦，那开奖102同样的，游标放这里 ，Shift 键按住它 ，Ctrl Shift 向下，这个叫开奖102好了哈、哦，102年的开奖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又有一个，所以名称管理员里面有两个，啊，你可以在名称管理员里面看一下，哎，这个名称。有没有设定对？那其实你名称设定好之后，后面就简单的，因为我统计分析，我可以怎么样呢？等于我要找一号出现过的几率是多少，我先要算出它总共出现过几次。所以呢，我的算法就，我直接抄函数好了，用刚刚那个最近使用过 ，conif range 的话，在哪个 range？ 101年嘛 ，F3。在开奖101里面出现哪一个号码，刚好号码这边有吗？点这边不就好了，17次，这样就算出来，可是我不是要几次啦，我要几率，所以呢除以总共开出几次所有的号码总共的数量，除以什么呢？其实用 count 跟 count A 应该都可以，因为 count 是算数字，看着 A 是算有资料啊，因为里面的资料都是数字嘛，所以用，那我们用看着好了啊，其实因为你会发现哦，看着的公式哦跟 conif 很像，只是差别没有条件，所以我怎么样把这个 if 拿掉，然后把逗点 A2 拿掉，这样应该可以理解了，就是算一下开奖101总共有开过几个号码，跟1号1号除以它总共开出，按打勾，这个时候就算出来。不过呢，这个几率哈、我希望把它格式化，我希望格式化成万分之多少？万分之多少？可以按右键储存格式啊、哦。那这边呢，你可以用那个数值里面制定一下。像刚刚不是用问号对哈？其实问号在这边也可以用。问号指的是里面一个一个一个的数值，假设除以什么10000。你会发现有没有刚好除以10000，它就自动帮你对到这个位置，刚好有没有？本来是 0.0245， OK， 在百分之多少？2.45% 吧，哈。然后呢？可是问题这样不好表示，那我就干脆怎么样？用万分之多少来表示，按确定。好，有没有万分之多少？那底下可以向下填满。那101年算完之后。102年怎么算呢？其实哈、可以怎么样呢？把这公式复制一下，再把它怎么样贴上？这边改成什么？102嘛，这边改成102，
打勾，结果就出来了。那这边的格式怎么办？很简单啊，你用那个复制格式有没有？复制一下，刷一下，有没有格式过来了？点两下，又做好了。所以以后不管有几年啦，反正你这个网络上都抓得到资料的。所以以后如果你要算名牌的话，哈，网络上都有开放资料嘛，然后你就自己再慢慢算一下好了，哎，几率就可以统计的出来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合计的话就把两年加在一起，等于这个年度加这个年度，哦，那这样名次就可以算出来。名次的话呢，就根据什么合计里面，然后它的这个哈，去算一下，所以差额函数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就可以用那个也是用统计里面的 rank EQ， 好，所以往下找 rank EQ 这个，然后它的最后的合计结果跟什么呢？全部的，所以这个 Ctrl 向下好了，把这个范围哈，然后按 F3 跟 F4 哈，按两下，因为其实所列就好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把这个排名就算出来。那当然呢，如果说你今天呢，哎，前七名哦，因为如果刚好下课的时候呢，附近有彩券行，你想要知道哪些号码是，那你可以格式化一下，比如说设定格式化条件、新增规则。如果它里面的储存格里面值怎么样，应该是什么，小于等于七的话。有没有1234最排名前七名哈，设定一个比较明显的，比较字的颜色是红色，底色的话是黄色的话，按确定，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哈，这边的话12号哈，21号27 28 33 34 39这些号码都可以参考，好，那所以数量越大的话，统计的客观性越高了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我想各位试一下，你会发现啊，基本上我没有用太多的动作，其实很快的统计数字就算出来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试一下。可能会比较有问题的，就是那个万分之多少的那个格式。